三单元有机蔬果栽培管理的技术，哦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最主要的，跟大家报告有机蔬果栽培管理的技术。哦，既然刚才提到说我们传统蔬菜的一个栽培的隐忧呢，那当然我们要导入正式，哦，重视蔬果的有机栽培。而我们蔬果有机栽培里面，我们要提几个跟各位分享。第一个，在肥料方面，我们要求，我们严格要求，氮肥含量在5%以下。哦，现在肥料很多副肥料16%、12%，哦，20%的，那氮肥太高了。尤其在我们的旱田栽培，我们旱田栽培就是我们的放下去的氮肥呢，是以硝酸钛氮来被植物的根来吸收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当然会很容易造成硝酸盐的偏高，哦，偏。那么硝酸盐如果一般传统蔬菜都是9000到10000个ppm，我们有机蔬菜栽培严格限制在5%底下的氮肥的话，我们的硝酸盐含量呢是在2500到3000个ppm。那不用鸡粪，刚刚讲过抗生素的问题，不用人粪料，而用发酵过后的有机水肥料，还糖醋液，我们有个配方糖醋液，哦，来做这个糖醋液，供给我们蔬菜的一个这个营养。第二个农药方面，我们用灰农药防治各种病虫害，太多的灰农药，例如洗米水啦、辣椒水啦、烟谷粉啦，还有苦茶薄，还有苦楝水，5%的石蟀水、石灰水、瓜果套袋、黄瘦莲板，各种生物防治，哦，性荷尔蒙，哦，还物理治疗，哦，能够这样来捕捉各种的害虫。啊，依据第三，哦，依照农时，哦，把握在适当的时期栽培蔬菜，哦，以适地适作来提高我们栽培的技术跟品质。啊，第四，利用掩埋的技术，将植物的残株掩埋在土壤里面来回馈土壤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的来源。哦，就是生机一号，哦，它有生机一号，就有机质肥料，哦，一个5、2.5、2.5、81，五就是表述氮肥是5% 底下，100公斤里面含有5%，2.5、2.5是磷钾肥，有机质含量81，哦，那么右边这个就是粒状的生机一号的有机质肥料，哦，用这种低氮肥的肥料，哦，就田间，哦，老师在田间，哦，种蔬菜啊，那这个是，我们冬瓜用套袋，哦，我们橄榄菜都用有机肥料来喷施，哦，啊，这个是火龙果的栽培的这个整治修剪，那底下这个是芭乐哦，番石榴的整治修剪，哦，再来就是菠菜的栽培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一般的一个啊叶菜的栽培哦，叶栽培哦，哦，那这个是哦大陆妹，哦。那个是芥蓝菜心哦，那底下的话，我们橄榄菜，我们还兼注哦，我们兼注我们南瓜，南瓜我们用保温，冬天保温的措施哦，用那个油漆桶把它盖起来，哦，就是保温措施，就用这几个方法，我们能够增加有机栽培的一个功能，有机栽培功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当然会减少外面的这个污染啦，啊，我们有机栽培的话更健康嘛。哦，那就是老师，我们把菜渣枯枝的叶，把它扣在哈，哦，把它扣在我们一个西面的沟里面。我们用掩埋的技术，用掩埋的技术呢，使这些呢作为将来一个回馈土壤的有机质的来源。哦，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蔬菜栽培，我们要用掩埋的技术啊，哦，别把它丢掉，或者枯枝落叶啦、残株啦。哦，或者甚至这个杂草啦，哦，杂草种子啦，通通用这个锄头把它放在我们这个溪沟里面呢，啊，会创造我们土壤的有机质来源。好，我们第三个单元跟各位报告，有机蔬果栽培管理的继续哦，第哈也是第三个单元，第五，重视蔬菜田间的哦田区的杂草防治，利用人工除草，禁用杀草剂。哦，就是我们有机栽培的一定不用杀草剂哦，我们用人工除草的哦，我们用掩埋的技术，
我们不用杀草剂，然后杀草剂会污染我们的土壤跟水嘛，还有其他我们灌溉排水，还有温度种子的催化处理，我们的增加低温需求量等等各种栽培技术的措施，我们来配合，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有机栽培的技术呢，我们更能提升，我们栽培的品质呢更能够提升。哦，那么我们这里蔬菜有机栽培的技术运用方面，我们刚才提过了，就辉农药使用蔬菜介绍哦，就洗米水啦、石灰水啦、石室水、苦练水啦、细沙，哦，还有辣椒水、哦烟草水、橘皮水、苏力菌。苏力菌是一个生物制剂哦，它是一个对对这个菜虫啊啦、青虫啊、吊虾啊都很有效果的哦。哦，就是鳞翅目的昆虫有效哦，糖醋液、果实套袋、粘式黄板哦，粘板，还有展竹液哦，还有甲烯丁香油、柚蒲和各种生物防治性荷尔蒙的利用等等哦，就是辉农药蔬菜哦，还有种一些虫比较不喜欢吃的蔬菜，例如哦在叶菜类方面，红凤菜，还有哦黄冬菜，就肉葵、地瓜叶，还有叶菜。欧蓟类，还有苋菜类，四季葱，哦，还有菊苣等等，虫比较不喜欢吃的，哦，还有固体肥料方面，我们也用一些稻壳啦、米糠啦、豆粉饼啦、蔗渣啦、谷粉啦、贝壳、酒糟，哦，还有雪粉、鱼精、海草粉、植物残株及动物的，哦，这样的一个尿液，哦。然后的话哦，我们经常哦，我们经堆积过后的发酵过后的这样的东西啊来使用的哦，那么这些牛粪啦、鸡肉呢，这些都是要经过腐蚀堆回的哈，腐蚀堆回，经过腐蚀发酵过后再来使用。第三哦，糖蜜后黑糖哦，我们糖蜜用加水15%去发酵，黑糖加5%的水哈。供微生物来繁殖的哦，发酵。有益菌的话哦，像龙鳞菌啦、羊肉多就乳酸菌嘛、糖醋液哦这些等微生物哦，那么用水量大概0.1%到1%哦。而病虫害防治方面，刚刚讲过了，我们看这个是这个病虫害的种类呢哦，比方说我们这个植物性的农药哦，大蒜菌啦、苦楝油啦、鱼藤菌啦、丁香油啦。香茅油啦、有机醋、哦、烟草汁以及哦苦楝汁哈、哦、这样哦，还诱杀剂、黄色和绿色莲板跟性荷尔蒙、微生物、黑香菌啦、苏力菌啦、多角体病毒及杆状病毒，还其他蛋白质的水解酵素，还有瓜果的套袋。除草当然我们用这个轮作制度啦，轮作哦跟。其他作物的轮作、旱作、水旱田轮作和不同作物轮作来减少杂草发生嘛，还覆盖哦稻草、稻壳、蔗渣、塑胶布覆盖，那么抑制杂草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会减少杂草发生。还有人工除草，在不影响蔬菜生长的情况下呢，尤其短期的叶菜类可不用除草嘛，那么如果杂草影响蔬菜生长，在适当时期再人工来除草。灌排水，我们当然以无污染的地下水来获得灌溉水，因生育期都需要灌溉和浇水维持生长，雨季特别要注意排水哦，尤其蔬菜哦，特别怕淹水，哦，这个是我们田间就是南瓜哦，我们用南瓜套袋嘛哦，南瓜栽培套袋，怕瓜食蝇嘛，这是红凤菜的一个田间栽培嘛哦，这个虫就比较不喜欢吃嘛。这个茄子瓜果类嘛，春天的瓜果类来栽培嘛，哦，就是大陆妹哦，大陆妹生长非常漂亮，就是用用糖醋液来叫，就是红苋菜哦，苋菜是一种碱性的植物嘛，哦，苋菜是碱性的植物，我们尽量鼓励大家种苋菜哦，种苋菜。